上集，雪怪竟然是三只小雪雕。原来他们误会光头强是盗猎者，所以才会攻击俺们。在小雪雕的提示下，俺们得知暴风雪即将来临，必须赶紧下山。风雪中的战斗。二狗，这雪好像越来越大了。就是啊。快看，那儿好像有个山洞。二狗，山洞在哪儿呢？在那儿。好，我们到山洞里避一避。去，好冷啊！这山洞里怎么也这么冷啊？二狗，咱们去捡点柴火回来，生一堆火吧。外面那么冷，要去你去，我可不去。你不去，你别烤火，也不许吃我烤的东西。行，一起去。哎，前面有个山洞，咱们去那儿避一避吧。好冷啊！一二三四，强哥，看你的胡子。外面的风雪好像变小了，熊二光头强，咱们出去捡些柴火回来。那我呢？你就留在这儿吧，准备食物，俺们仨去就行了。我也想留在这儿。哎，光头强，捡柴这种大事儿，咋的少有你呢？对呀，走了。那你们小心点儿。放心，俺们很快就回来。我也留下。你留下干啥呀？走了。大家这么辛苦，我也不能闲着。哎，大苹果，有了火就能烤苹果派给大家吃了。你看这儿别这么小，他们这么快就回来了。哎，你们回，这么做你试试。不好，又是他们，现在出去来不及了。二狗，生火。好嘞。哎，郭德强，俺来帮你。难道是错觉？熊二，咱们回去了。哎，来了。哎，等等俺。可以吃了。你急啥？还没熟呢。我就舔一口。没熟吃了会拉肚子，别怪我没提醒。哪有，我只是看熟没熟。是，就知道是。哼。谁？二狗，你去看看。凭啥是我呀？为啥不是你去看呢？我还不是怕你偷吃。我还怕你偷吃呢。反正你不去也别想使唤我。你去不去？不去，就是不去。你小样还跟我转上了，你去不去？不去就不去。哎呀，我跟你这。不行，我得去看一眼。哎，对，你可不许偷吃啊！少一个玉米粒儿，我都能看出来。你才偷吃呢！怎么办？二狗没走。
二狗，救我！出事了，找他了！哇！腰被给我摔折了。快走，不然烤焦了。叫你小心点，猴急个啥呀？我烤串呢，我的烤串连签都没有了。二狗，我问你，烤串呢？啥？烤串呢？烤串哪儿去了？明明是你趁我不在把它吃光的。你看你嘴巴上的油还没擦干净呢。我只吃了一串。好啊，你果然吃。就算我吃一串，可剩下的呢？都是你吃的，是你，是你，你还狡辩呢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多学学你强哥。啊，大蟒和二狗，他们怎么在这儿？明明是你吃的，他们又在打岔主意。我才吃一串呢。糟了，赵林呢？吃了那么多。赵林，熊，快说，你们把赵林弄哪去了？杀赵林啊？我们啥也不知道啊！我不知道啊！我在这儿呢。赵林，是他，烤串被他拿走了。啊？不。别吃我！别吃我！大蟒猴二狗，给你们的食物。谢谢，吃的好饱啊！哎呀，吃饱喝足，还真有点困的。你们先去睡吧，俺还睡不着，先去看着他俩。烤串到手了。咋回事啊？怎么这么吵啊？糟了，洞口被堵住了。是啊。知道我们的厉害了吧？是你们。糟了，地图不见了。俺们这吃的也全没了。看一看，这一次谁才是真正的一箭双雕？对，就这个词儿。谢谢你们的地图，我们去抓老虎去喽。哎，别跑，给回来，回来！他们到那儿了。他们有雪地车，我们怎么追呀？咋追呢？你好啊，王老板，跟您汇报个好消息，我们已经成功抢到地图，知道老虎的具体位置了。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回来我好好奖励你们。不过，如果游艇派对上我不能牵东北虎亮相的话，那我就……王老板，您就等我的好消息吧。他们追来了，快点，快点！拜拜！不好，他们的速度太快了，这怎么办？我们顺着他们的车轮硬追。
我说大马猴，这儿连路都看不清，你是不是走错了呀？不会错的，就是这边，走。平静的雪山下蕴藏着巨大的危险，赵林和熊大都掉进了冰缝，你们撑着点儿，我这就来救你们，请期待下集营救赵林。啊，完了，哎，是不是有点短呀？你救人要紧啊！营救赵林。加油，熊二，我们很快就能追上大马猴二狗了。小心，有冰封。他们在说什么？冰封！别停，冲过去。什么？赵林，赵林，赵林，熊大，赵林，我没事，你们先救熊大，我被卡住动不了。不不不不，先救赵林，他外套掉了会冻伤的。没事，我能坚持住的。熊大，你先上来，我个子小能下到深处，我下去救赵林。熊大，你先上去。赵林，你要挺住啊！系好了，往上拉，拉！赵林，你挺住啊！放心吧，我可是很坚强的。快点儿！熊大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快，我去救赵林。赵林，我来了。强哥，好冷啊！我们马上就能出去了。咋样啊，光头强？好了，往上拉，拉。赵林，别睡着啊！快点儿！赵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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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强哥。快跑！光头强，这快跳，俺会接住你的。熊二，干得好，熊二。赵林，这是咋了？长期被困低温环境，肯定是得了危险的低温症。我们得赶紧找到一个暖和的地方。哎，哪有暖和的地方呀？下山，山下暖和。等等，这样走太慢了，走不到山下，我就会冻成雕塑了。光头强，俺抱着你吧，熊皮可暖和了。我喘不上气儿了。哎，有办法了。大马猴，我们没走错路吧？没有。大马猴，你不是说自己方向感很强吗？哎，先别吵吵，我看一下地图。上北下南左西右东。哎，跟我来。路好大呀。哎，好像有什么声音。好像是水的声音啊。水。哎，这边，这边。这雾咋这么大呢？啥都看不清。温泉？怪不得雾这么大，这温泉里的水汽上升遇到冷空气就会变成雾啊！好多天没洗澡了，终于可以泡澡了。你回来，看谁先泡到。这不受家。你轻点，轻点啊！不用力拿不下来。我的新裤子就算完了。是，瞧你那点出息，这里有捕兽夹，那说明有大的野兽啊。这事儿要成，那多少新裤子买不？你是说老虎？没错，先泡个澡舒服一下，再
形成了虎。我不，好疼啊！意识平缓了好多呀。这光头强，松鼠都比俺们快。我们下去推吧。好。赵林，咱们很快就能到山下了。光头强，再加把劲儿啊！到下坡路了。前面有石头。挂死了！没事吧，熊二？没事。哎，还光头强呢。滚起来！不好意思哈、啊。让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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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听俺的，准备，跳！赵林，赵林，赵林怎么样了？还在发抖啊？光头强，你干啥呢？怎么有股奇怪的味道？奇怪的味道，好像是硫磺。我知道了，这里一定有温泉。有温泉？哎，太好了！哎呀，这下赵林有救了。这么大的雾都看不清楚路了，这，哎，这走哪边嘛？这个温泉应该就在附近，咱们分头找，谁找到就大声喊。好，赵林现在情况很危险，我们得快点。哎，哎呀，好了，出发吧。这雾怎么这么大？啊，什么东西？不会是怪物吧？干什么？光头强，俺这个没电了。温泉，温泉，温泉到底在哪儿呀？哎，谁？奇怪。这是梅花。团子，是团子，哎，团子，是你们，快出来呀！哎，是团子，嘿嘿，团子，等等俺，俺是熊二呀，团子，团子，你不记得俺了吗？哎呦呵，团子，团子，找到温泉了吗？是啊，找到了吗？俺看到团子了，他往那边跑去了，他肯定是躲起来了。团子，团子，熊二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是啊，他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哎，俺真的看到他了，他，团子，哎，一定是团子。哎，熊二，咱们快跟上。嗯，团子，你出来呀，俺是熊二呀。哎呀，熊二，熊二，熊二。哎呀，好疼，好疼呀，好疼呀！是温泉，赵林有救了。好烫啊！赵林，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儿啊！赵林啥时候能醒呀？我也不知道。哎，醒了！赵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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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。这是你得了低温症，一直昏迷不醒。是啊，可把俺们吓坏了。嗯，幸好地下森林有温泉。这样啊，对不起，让你们担心了。为了照顾我，大家一定累坏了吧？哎，光头强这是咋了？哎，强哥，谢谢你的外套。都怪我没照顾好你，总让你受伤生病。啊，不不不，才不是呢。多亏了你们一路上的照顾与陪伴，我才能走到这儿。
谢谢你们，有你们在身边真好。赵林，穿好了啊，你要病了俺可不抱你。啊，咱们得赶紧出发，说不定那两个坏人已经找到虎妞了。快点。好。团子，俺们知道是你引导俺们找到温泉的。熊儿，熊蛋，别担心，总有一天你们会见面的。我们进入迷雾森林寻找大马猴和二狗，意外发现老虎线索，一定是虎妞。太好了，虎妞一定离咱们不远了。此外，一座废弃的小木屋出现在我们面前，虎妞会在里面吗？请期待下集雾影迷踪。雾影迷踪。这片森林雾太浓了，大伙注意脚下啊，都跟紧点，这里掉队可就麻烦了。什么东西？走开走开走开。熊蛋，强哥，有东西。原来是只小动物啊。吓坏我了。你们看那边。这是。对了，这一定是代码猴他们的车轮印儿。不好。他们比咱们领先，那两个坏蛋一定没跑多远，追！等等我！啊，这里！你们等等我！这儿也有车轮印儿，车轮印儿乱成这样，看样子他们也迷路了。不是吧？那咋出去啊？雾这么大，还是先想想办法，看怎么出去吧。可是，我好担心，虎妞会被他们先抓走。虎妞，赵林，郭冬晴，要不你去安慰一下他吧？好吧。赵林，你也别着急，既然他们迷失了方向，说明他们还没找到虎妞。方向？有了。我记得地图上标的目的地。就在森林南边。只要往南边走，说不定就能比他们先找到虎妞。那我们朝南走，走吧。找了这么久，连个老虎的影子都没有。虎妞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这里好像越来越阴森了。什么都没有吗？大怪鸟！强哥，咋了，光头强？有怪鸟！怪鸟！怪鸟！啊？哪有什么怪鸟啊？你们说，这么浓的雾是不是怪物制造的？不会吧？俺觉得雾应该是温泉造成的。我看看。这是因为温泉的高温蒸汽碰到冷空气形成了大雾。别担心，这些雾会散的，咱们快走吧。怎么回事啊？指南针失灵了。咋回事呀？会不会是树精？传说树精为了保护森林的动物才制造了迷雾，来这里的猎人总会遇到各种奇怪的事情。树精？俺以前就听说这树林有树精了。我也在电影里看过。光头强，你别在这儿乱说，一会儿怪鸟一会儿树精的。再说了，就算是有树精也应该先找你啊，别忘了你之前就是伐木工。哼，我才不信呢。树精大侠，我早就改行当导游了，我保证以后一定保护好森林，再也不会乱砍树了。这是你们快过来。看起来像是抓痕呢。虎妞最喜欢在树上磨爪子了。太好了。你们怎么可以证明这是虎妞留下来的呢？你这是？这应该是成年老虎留下的脚印。我猜就是虎妞。太好了，虎妞离咱们不远了。别拽我呀。终于要见虎妞了。这边，你们看，这咋会有个小屋呢？
有人吗？又是这些照片和鱼竿，看来除了山崖密室，这是盗猎者的第二个据点。可是看起来这里已经荒废了。这里好多爪印。看来，动物和盗猎者应该有过激烈的争斗。完了，虎牛会不会已经被他们抓住了？虎牛的照片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该不会，虎牛？我看看。这个标记难道表示虎妞已经被抓了？虎妞被抓了，对不起，虎妞，我来晚了。不会的，你看，我刚刚才发现了虎妞的脚印，虎妞一定会没事的。赵林，赵林，我只是分析了一下，那些盗猎者太过分了，绝不会饶了他们。咋还有一只小老虎？你先看看地图上画的是啥。陷阱图。赵林，怎么啦，小林子？虎妞，我听说有猎人进山，看你不在洞里，我还以为我找吃的去了。这是我刚找的，你没事就好。虎妞，赵林，熊二，我怕。别怕，有俺跟熊大保护你呀。难道你想让光头强保护你？也不是呀。原来你是担心虎妞她。俺觉得吧，不能太早下结论，除非亲眼看到。熊二，赵林，熊二，快下来！你们坐的地方是个陷阱。熊二，赵林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。你快跑！熊二，光头强，小心上面！熊二，熊二，快起来！光头强呢？强哥，光头强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们没事吧？俺们没。光头强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没事吧？后边！快走！大家快上坡！救命啊！强哥！光头强，强哥，光头强，你没事吧？都快散架了，能没事吗？来，兄弟，俺们好像出来了。好美呀！雾散了，哇！现在陷阱被毁了，其他小动物就不会再受伤了。辛苦你了，光头强。讨厌的盗猎者，可别被我抓住！刚才光头强那几招真厉害。是啊，可帅了。那是，
强哥我可是练过的。喂，快过来呀！指南针正常了，咱们的方向没错。赵林，刚才的事儿对不起。我觉得熊二说的有道理，除非亲眼见到虎妞，否则我是不会相信的。我一定要找到他。嗯。没路了，这是。过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哎。有个洞穴。熊二，你有没有闻到啥味道啊？这个有点像老虎身上的味道。老虎？虎妞？哎，说不定还真是呢。快上去看看吧。嗯嗯。迷雾森林的背后是一片世外桃源，我有预感虎妞就在这里。山洞里果真传来老虎的声音。虎妞，我们终于要找到你了，请期待下集惊现小虎仔。烟花开遍山高，繁花沙沙作响，人心奔腾藏着季节的方向，指南针在跳荡，自由在我身旁，森林的美好永远都不会忘。四季变换，林海茫茫，一起沐浴北方的阳光，这冒险还很长。冬雪笑容，溪水流淌，更快熄灭，曙光在前方，有伙伴有力量。烟花开遍山岗，浪花沙沙作响，身心奔腾藏着季节的方向，指南针在跳荡，自由在我身旁，森林的美好永远都不会忘，森林的美好永远